大家好，我是森田，我现在呢来到了户外。我虽然出来玩，那我今天呢特别穿这样的 outdoor 穿搭，你会发现到其实衬衫呢真的是一年四季不败款，但是我觉得要选到好的版型、好的材质的衬衫真的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今年非常流行这种亨利领的麻花棉，你看哦，这麻花棉超湿柔的，超级舒服。然后呢，我想跟大家讲，它的尺寸呢超级齐全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它 M 号到 XL。然后呢，它其实今年呢又多出了几个颜色，就是大地色系、灰色以及卡其色系。然后我现在穿的是白色。那这个白色呢，其实我觉得白色衬衫一件都不能少。为什么？因为白色真的很好穿。你今天要穿上班族的样子 ，OK。今天要来户外玩的时候呢，穿这样，你看牛仔裤配上这样子的懒人鞋。因为发现到其实这样的 outdoor 穿搭就会穿起来特别的有点好看。好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，它这里呢你要做正式啊，这里有两个扣子。然后呢，你看到这样的版型哦，它这里呢特别去缝了双排线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让我们的版型穿起来特别的立体。然后亨利领也是今年的流行穿搭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整个转身给大家看一下，你有没有发现到？版型非常好，也非常的舒服、亲肤。然后现在换季了，亨利领麻花棉衬衫，一定要拥有一件。